常很多人都应该不了解菩提心、慈悲心，然后这些一大堆事情，大家都很会背，对不对？心经会不会背？会，对不对？然后呢，讲什么？就是背了半辈子，也不知道在讲什么，对不对？真正在讲什么？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反正什么都空啊，没有啊，是这个意思吗？那是什么意思啊？空性是什么？就是空的意思啊。那是什么意思？对啊，那个是有关系啊，但跟空什么关系啊？空只是一个名词，不是。所以为什么佛教要讲那个要悟空的原因是在哪里？那你才会了解万事万物的关系。不是啊，那就变成知识啊。我们知道万事万物要干嘛？不执取，不挂执着。那挂爱跟慈悲有什么关系啊？有啊，爱不是慈悲吗？是啊。然后呢？那不慈悲的意思啊，不挂。比爱还要再广一点吧。所以意思是说，《心经》的就是我们在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很多人都是误解是没有的东西，其实不是这个。它的一个目的就是修空性的一个目的是一定要空性跟慈悲心是菩提心是一定要结合起来一起修哦。光修空是你没办法悟到，这两个是结合在一起的。然后真正原因是因为就是为了去烦恼，我们的痛苦所有的来源。四苦悲烦恼贪心贪嗔痴，所有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执念，所以悟空是为了去执念，爱我执也好，物执也好，去这个东西。所以佛教真正的就是最高境界讲的是这个。然后空跟一是一样的概念，缘寂藏生，大家都知道这个书吧，中华大师创的，就是意思说缘寂是依赖性的意思啊。万事万物存在是都是依赖性的，然后存在的方法只是一个名而已，不是真实的存在，不是你我想象的那样存在，还是存在。因为每一刻是一直在变化。那个是无常，又跟空不一样。很多人跟无常跟又空就是又混在一起，变化叫做无常。应该说，其实你可以说它有，可是如果你没有空的话，其实你很多东西你是会抱着自己的成见或者自己所知的去，而不是你 open mind 的去接受所有。所以就是说，为什么就我觉得那个有点像，你要自己成为一个空杯，你才可以接纳更多。那个是我们在讲那个五个风水，地水风火空的空，那不是佛教真正讲的那个空，那个两个是又是两回事情。我在第一本书里面讲说，地水风火空死亡的过程，或是宇宙形成的过程，就在讲就是一个容纳的意思，那个只叫 space， 不是真正我们在讲的空，那两个是完全不一样，是不一样的见解。就是缘起的意思啊，但是缘起性空就是空的意思，是缘起的意思啊。这两个是等号。那个因缘不是生生灭灭，它没有一个实质的存在。可是你以为它存在，其实那个因缘它是不断的在。我的意思是说，它一直是在不断的变的当中。其实就跟空讲不是变化的意思。没有，它的那是无常。我说跟那个十二因缘有没有什么关系？就是空那个十二因缘是前面讲的，就是因果，因果无常跟空是不一样的。因果跟无常大概都是就是中士道在修的，上士道真正修的是空，是完全又不一样的。对，不要无常当作是空，那个解释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你所谓的那个空到底它指的是哪个？是无我的意思吗？这样的话就变成对我的意思是说，所以真正要讲空，要讲很多的那个，就是比方说举例啊，然后从这个最基本的，从无常、十二因缘，然后这样最后就上士道，然后最后就是讲禁律那些，才会讲到空了。空的意思是说思维的意思啊，思维不同的意思啊。悟到空的意思说你的思维到另外一个境界，悟空的原因就在这里 ，level 不一样的意思啊。真正悟到的是这样子，所以你看到跟别人看到的不一样。同样一件事情，比方说这个杯子，你看跟我看跟不一样。然后你越高手是，你看到是全面的，甚至你到佛的境界是，你连面里面的分子啊、molecule 啊什么都看到，那到更高的境界。
如果我们通常就是我只看到这一面了，然后你再更高时看到前面，然后再更高深时用望远镜时，哇，看到更细的意思啊 ，level 的意思啊。然后你看到这么高的境界时，你就不会有执念，看到事实的真相。现在我们看到都是表面的，我们就跟比方说这个杯子啊，我们看到是颜色而已。如果这灯没有了，看不到、啊。但就是这是光的折线而已啊，然后再加上一个杯子秘密存在而已。但就是我们看起来感觉是一个烧类的东西在存在，所以这样的时候就是会有执念。比方说按这个杯子啊、哦，好漂亮、哦、你就开始起了执念，然后就说我的杯子，再加上一个我字，你就会舍不得。别人碰的时候你就很生气，所以执念是这样堆下来的。没有了解真正的全貌的意思、啊、真正了解事实的真相是你的 view 不一样。成佛的意思是到另外一个，你比方说鸟在上面看到，跟我们在这边坐起来看，然后在下面看的完全不一样，等级不一样，看的方法不一样的意思啊。可是那个是不是一个在外向？外向内向都一样、啊、就意识的那个，就是我所谓就是属于意识，不是意识，就是这个眼睛听到的感觉都是意识表现出来的东西而已。对啊，是一个转换点而已。所以你真正了解是为了，就是为了什么？就是不要有执念的意思，看到真相才不会有执念。因为我们都看不到真相啊，看到只有一面而已啊。你看到杯子是我们目前看到是颜色而已、啊、然后再加上一个名字啊，那颜色不是杯子啊。你细节想一想，颜色不是杯子啊。那个形状也不是杯子啊，那杯子是哪一个？所以越找越细，越找越细越小。逻辑思考就是不断的在这样子，就是为了去执念。所以慈悲跟那个慈悲就是去的是分别心，然后悟空是为了 去一般的物质，然后慈悲是去爱我执，这个去掉，这两个执念没有时你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是叫 awaken 的意思、啊、觉醒的意思啊。掉了伞啊，掉了杯子啊什么，那掉的时候你可能就是你会很想去找回它，可是如果真的找不回来就放下了。那那个是不是就叫做就是放掉执念？不是放掉执念，有时候你会一直抓着说啊，那个就是我的。其实什么东西经过你也挤不论你暂时在使用，可是它真的有时候不见了就不见了嘛。那样是不是就是所谓的一个不执念？不是，这没办法，因为丢了你也捡不回来，这个不是执念。去执念不是它放在哪里？不是不是，就是忘记嘛，那个也不是去执念，因为你不得已啊，你也不能找回来，烦恼也没用、啊、那个不是去执念的意思。刚刚有讲到，就是说那个师姐有讲到，就是说变化，变化是无常。那缘起它跟变化有什么不一样？缘起是依赖的意思啊，相对性的存在。任何事情就是一个是秘密的存在，就是这个我叫杯子才会觉得它存在。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颜色，你看到的东西。但真实不是这样子、啊、杯子不是颜色啊，杯子也不是形状啊，所以我们误以为就是一个烧类东西在那里，所以它你看不到真实的东西。所以为什么中观律要学几十年的原因在这里，每天不断的逻辑思考找这个人。比方说你找人，你人在哪里？比方说洛桑，洛桑是谁？但存在吗？存在，你听到我的声音呢、啊？但你看到的是你我的形状、啊、但那也不是我、啊、你看到这个是洛桑，不是啊，这个手不是洛。所以就是不断的在逻辑思考，因为空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如果悟到空，我们大家都不要坐在，不用坐在这边了，差不多就已经是可以度众生了。所以那个是就是不断的逻辑思考，逻辑思考，再加上你很强烈的慈悲心，每天的练习的时候，你自己会悟到。悟到的意思是说，你的看的东西的方法不一样而已。所以我在讲，就是说。不生气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当主角的原因是这样子，真实的状态。我们现在的感觉是我生气是他的言语，那也是误解，是你去反应的。外面的刺激是不断的，有些人连天气变化都生气啊，怎么那么下雨天，气死我了，夏天怎么这么热。所以一样的概念，就是我们的心，所有的宇宙的原则 run 的东西就是按照你的心念在做。所以这个也是秘密出来的，就是你越秘密越多，分别越多，你的执念会越多啊。杯子 Hermes 的杯子好贵哦，哇，那不得了，再秘密一下，我的限量版的，执念越来越多，如果破了你就会告人家什么，我的杯子而且是那么贵，而且限量版的，你看分别越加越多，越加越多，所以烦恼就是从这里起来，一直加上去啊。但不是真实这样子，就是一个杯子而已，是所有的秘密一直不断的加上去，不断的加上去，执念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就是分别心的概念，分别 identification。我想
问一下，就是那我的心照顾好我的心，那个我的心是不是有一种也是念出来的？对啊，那是也是一个执念，所以也是一个也是一个空性。所有的心呢、啊，所有东西都是空性啊。那所以实际上有你的心没有？就是没有东西，我们抓着啊，心是存在的，所有东西落上也存在，但就是说。不是你我想象的那也存在，然后我自己想的说我的心，我落上是我们就是抓着一个不是那样你想的那样的一个东西抓着，它不是不存在。那如果心存在，它存在在哪里？存在在哪里？无处不在、啊。很多人以为心是大脑，那是思维，那是后面的产品而已。其实就是心真正讲到的是，就是《广论》里面后面讲的心的形成是一个光明，那个是五识，就是说，比方说你死亡的时候才会知道，成型的时候你了解这个时候，你死的时候就是说，比方说人死亡的时候，先水融入地，地融入火，火融入风，风再融入光明。光明就是最后的灵魂。如果真正的光明，就最后就比方说我们成佛的时候是一个非常 pure 的一个体，然后那个也是透明的，因为那个是我们在死亡的时候，我们在西藏呢、啊，比方说有些人死的时候打破瓦法的时候就可以看得到，不是看得到，感觉到。有些人在西藏就是有些大师就是在修那个破瓦法修法的时候，有些人就是死也死不了，然后在那边哀嚎，然后我们会请大师，他这样子痛苦应该给他超度一下，就是在西藏的安乐死。然后他会念经，念经以后，他就灵魂就走了。然后从头发这边一搓拿出来，真正一搓就是这边百会穴这边一搓可以拿下来，他就断气，不是打药，那是高僧才可以做得到。然后一样的概念呢，就是在那个前几年在台湾有发生过，就是有些师父快死的时候入定，你入定的时候，所有的这些呼吸也没有，心跳也没有，全部都已经缩回去，但就是他的那个光明还在的时候。体温还可以，就稍微一点点体温，然后他的血氧浓度大概还有80几度，没有呼吸哦。然后最后入定，有些人那时候那个台湾那个就是那个师父是入定20几天，连中研院全部都去做测很多东西都测不到。然后21天以后他灵魂就是通常师父都会守在旁边，我们在西藏的话就是这个入定的时候，然后他走是有些白色的从这边出来的时候，他身体开始变化的时候。才可以火化，但就是那一段期间呢，就科学没办法去讲，它本来就是一个光明能量在里面，那叫做光明，那可以维持生命，打坐不会腐烂，这么热的天气，不然我们就是死了以后马上就腐烂，肢体的臭味一大堆变化，很多都是马上黑起来，所以这个就是过程是，因为有些大师你在过程当中这身体的变化的时候。你入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以维持，所以这个是灵魂真正走的过程当中。然后我们就是五识这些，比方说眼睛也好，鼻子、嗅觉这些五识也是它的一个传播的媒体而已啊。对啊，真正收回来是一个光明，叫做 clear light when seen， 就是这个意思啊。那是指的是灵还是中阴？不是中阴是那个是一个道过程。就是中间，比方说中阴的意思不是灵魂，灵魂就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讲是白光这个。中阴的意思是说，你这边走了以后，到另外一个身体上面，或是下一个灵魂中间的道路的意思啊。不是有以前就是说有些上师有在讲中阴祈请文嘛，那我们不在念那个吗？就是它整个的过程。其实很多人都是这样讲，其实中阴没有那么长了。不知道后来就是佛教经文讲的就是一般走了以后很快，5-6天就很快就转世，没有7-7、49天了、啊。但是有修的人啊，没有修的人，没有修的人也是一样，也是一样，对，很快。一定会轮回吗？不轮回，你要去哪里啊？轮回不见得是人道，对不对？不用人道，鬼啊、狗啊、牛啊，什么都可以啊。所以你那时候心念是很重要的嘛，就是你平常累积的那个东西。那个要练功力啊，平常要练功力。我常常讲，就是我讲健康的时候，就是讲说，这辈子活着最大的成就是求一个好死。现在人最难的就是这个，那个可以练的哦。我之前还有练一阵子，后来有点怕的。我就说死的时候是应该是这样死，然后笑着死，不会吓到人家。
还是这样躺着死，还是打坐着死，每天练习，有时候会怕，知道吗？突然都 呼吸不了，人其实很简单的、啊，你吐一口气，吸不进去就走了，就这样子，一口气不上来，就这样子，人这么简单而已啊。所以有时候会怕，但还是要继续练习，希望就好死。能不能最后就像有些大师一样啊，今天啊日子选好了，广清和尚也是这样子啊，弟子坐一坐啊，今天交代好了啊，啊弟子怎样怎样，然后这样的哦，然后修法入定就走了，这才是人生圆满了。做不到对不对？还会怕，什么时候死都不知道。但如果你想掌握人生，就是还是在这里处理好这里就有机会。所以这个是好死，是我奶奶就是练到这样子功力，他自己求出来的，我亲眼看过他求念经真诚，最后真的是好死，没有什么痛，我看到在我面前走的，最后还喝一碗粥。所以有时候我就讲的说，我再去到处流浪，从印度然后又流浪，从那个海上游泳到台湾来，开玩笑的，没有那个对，然后到台湾来有这也要这样的学习，或者是有很多这种因缘的原因，我都觉得我供他那最后一碗粥，这个福德还在。所以孝顺呢、啊，或是对别人好的那种能量，所以我常常讲说，对别人好、利他，是唯一成就自己的。